手持智能身份证虽然不可以一卡通行，但用途广泛，有很大的扩充可能。但为什么没人知道没人用的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时事多面睇。大家都有智能身份證，除了用來出入境之外，其實其他功能都不少。最普通的就是去公共圖書館借到書了。啊，是的嗎？但不見政府好像有什麼宣傳的。其實政府在10年前開始已經幫市民去換身份證了，初期的研發和推廣已經花了7億多，入境處10年間一共簽發了1100多萬張智能身份證。當初政府設計過不少智能的用途，部分的功能推出了但是沒有人用，部分的功能就有計劃但是就沒有落實。一张细细的智能身份证，晶片上面有多种附加功能，但是市民又知不知道智能有几先进呢？电子证书听过，但不是很记得是什么来的。医健通直接没听过，公司型医疗没听过，全部其他都没听过。用过什么？真的很少，因为不知道它用途是什么。根據政府統計，晶片最多人用的功能是醫道，今年已經有超過1億人次用過。而其他非入境事務用途是屬於自愿選擇加到去身份證晶片入面，好似在網上核對身份用的電子證書、租用康文署場地的康體通自助服務站、統計長者醫療券用的醫健通系統，同埋公司型醫療病歷互聯計劃，呢啲額外的服務使用率亦都相對較低。當中最新的是醫健通系統，配合政府在2008年推出的長者醫療券，透過讀取長者身份證張晶片，醫護人員能夠慳返入資料的時間。但原來很多長者以為出示身份證只是對下個年齡，不知道期間會用到張晶片和互聯網記錄使用的次數，而安裝系統的診所亦都很少用到晶片的讀卡器。個行政上咧，我哋打號碼咧係快過用讀卡機嘅。咁當然啦，讀卡機有時我哋本身嗰個電腦系統裏邊亦都有其他嘅軟件喺度啦。咁有機會會相撞啦，或者係影響到佢個速度啦。咁所以我哋都好多時選擇去打翻啲資料落去。最早推出嘅個人電子證書使用率就更低。政府在2003年開始等更換智能身份證嘅市民免費用電子證書一年。證書可以在部分政府服務、指定銀行和金融機構、網上理財和證券交易用來核實持有人的網上身份。當年香港郵政曾經估計會有300萬到400萬人使用，但目前已經登記並有效的大約只是剩下3000張。 Barry 經營影樓和印刷公司等等，經常在網上做交易。他認為銀行現在的網上理財已經夠安全，不需要再多一次認證。如果你話喺對我哋中小企嚟講，其實個金額未必係上市公司咁大嘅一個銀碼嘅時候，咁我覺得網上銀行我已經對我信心嚟講已經足夠，我覺得。咁同埋即係我哋中小企全部嘢可能都要親手落手落腳自己去做，咁你話有冇咁多時間去真去抽身去出去再 apply 呢樣嘢，再去揾一啲授權俾邊個做呢樣嘢嘅時候咧？我覺得喺我中小企嗰個運作上面咧，我未必有咁多時間做。當年推出智能身份證的先進功能，部分在10年之後都未用到。政府2000年計劃將駕駛執照加到身份證入面，但到而家都未能夠實施。呢啲對部分人嚟講係非常之實用。有中港貨櫃車司機代表話：平時清關嘅文件太多，又要核對身份證同埋駕駛執照，當局應該重新考慮合併兩張證件。智能身份證係方便市民。方便市民咧，我哋大少一啲嘢啊，或者呢一張嘢已經包含咗好多嘢嘅駕駛證啊，講緊7、8樣嘅文件，你先可以過關嘅。即係個司機喺呢一方面咧，都有好大壓力嘅。對於加入車牌嘅問題，政府解釋市民有機會喺外地出示駕駛執照做證明，但要查閲有關嘅資料就必須具備智能卡嘅閱讀器，所以將駕駛執照加到去智能身份證嘅晶片入面並唔係最佳嘅安排。大鄰近的澳門在10月就已經開始更換第二代的輕觸式智能身份證了，香港方面的計劃是怎樣呢？有學者就說香港那張身份證將晶片的技術就已經開始落後了，但政府就沒有開放晶片給商用或者其他地區應用，窒礙了計劃的發展。電子工程學者鄭利明當年曾經就身份證計劃向政府提出意見，
他分析个人电子证书少人用，因为今时今日的网上保安系统有很多代替的加密方法，安全性不错，亦都比较方便。他可以用一个叫做双重认证的方法，咁銀行都通用嘅，譬如打完個 password 之後，又問你啲問題啊等等，咁咧就可以取代咗你所謂用一張智能卡去認證嘅技術。你要有一個配對嘅讀卡器，你唔係成日帶住個部讀卡器喺身噶嘛。有立法會議員話：網絡保安並唔係使用者最關心嘅問題，政府推廣嘅定位唔啱，過於集中喺個人電子交易運用上面，錯過咗推出初期喺商營公司之間普及嘅良機。你啲問佢，佢一定話係網絡保安嘅原因。但係實際上，你睇國際上嗰個經驗咧，成功啲人真係用電子商貿個人嘅，譬如買賣嘅，其實咧最主要就係平同埋服務好。所以你睇下咧，而家咁多香港人去內地嗰啲網站嗰度，有冇電子證書啊？十年間身份證新用途唔多，技術上面又已經進步咗幾多呢？郑利明就话：卡上面接触式嘅晶片寿命只系有大约十年，同款晶片落伍越嚟越难买得到，价钱又贵过其他新技术近十倍。目前以$335补领一张身份证，补贴唔到近$1,000嘅成本。喺学术文献上面，亦都已经有破解嘅方法，系时候考虑将技术升级。因为佢喺空气中露出嚟啦，咁如果佢会对啲酸性啦、碱性啦，甚至一啲嘅鹽分咧，都會影響到佢嘅。咁而且你袋喺銀包上面啦，即係如果處理得唔好嘅話咧，佢亦都有機會係損毀嘅。新嘅技術咧就係一種即係好似我哋白兔式嘅一啲非接觸式嘅技術啦。咁嗰種咧就係由於冇外露咧，咁佢對呢啲嘅所謂頭先我講嗰啲嘅問題咧，已經係可以係冇咗啦。多用途智能身份证由入境处签发，再由多个机关运用。目前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负责统筹这个跨部门计划。莫乃光就说部门之间协调不够，政府在检讨智能身份证技术的时候，应该吸取上次换证的经验，考虑加强卡上面的功能。但是估计手上用途不广的身份证可能仍要用上一段时间，因为涉及要更换的系统太多。佢冇能力或者冇個目的，或者一個即係對佢嚟講有個誘因咧，就係叫其他嘅部門咧都係做一啲咁嘅應用喎。咁嗰張卡咪始終咪淨係對大部分人嚟講，如果呢種所謂智能應用嘅唯一咪得依度咯。因為你而家已經有一定程度嘅電子化嘅，譬如話最主要嗰個用途都係喺依度出入境嘅嚇。咁你亦都冇可能就係話咧，譬如話幾多年之後、三年之後，我哋換曬啲證。一日咧就完全就係將嗰啲入境嗰啲機咧就轉咗新嘅機，有啲證可能亦都相對係新換嘅，啊，不論係唔見咗換新證或者一啲新移民等等嘅一啲新嘅證，咁其實又唔係真係話所有都好舊要即刻去換。佢建議下一次換證，政府喺權衡保安之後，應該將技術開放俾商界善用。